台风水平了。最近，中央气象台官方微博为了庆祝自己的粉丝啊数量呢达到66万6666个，于是呢就给网友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福利，那就是抽一个台风命名权。结果呀，网友纷纷脑洞大开呀！今天不是66了吗？我在考虑要不要给大家一个与众不同的福利，比如说抽一个台风命名权。这是最近中央气象台官方微博发的一条微博，为了庆祝粉丝数达到66万6666，送给大家一个台风命名权。有网友担心这事儿啊不靠谱，于是呢，官博君进一步解释了。原来我国有10个台风的命名权，因为去年的台风海马影响太严重，结果被出名了，所以今年就要替补一个台风名上去。于是呢，网友们便开始脑洞大开。首先呢，来看严肃认真风格的网友是怎么取的。台风紫金，因为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，而紫金花就象征着香港。金坤怎么样？美名有余，其名为坤，坤之大，物之奇几千里也。金坤不仅叫起来十分大气，也是现代与传统文化的结合。而接下来的这些。